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，这样我们曾志应该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吧？哎，你想吐就吐吧，吐出来就好了。吐不出来。那我扶你去旁边坐一会儿。不要，我不就在这儿。你在这吹风，等会儿着凉了更难受。我就在这待会儿，我不舒服。我背你过去，行吗？听话。我不想动。听话，先起来。怎么了？别凶我。想吐啊？想吐就吐出来吧。你别凶我。我不凶你。我什么时候凶过你了？还能不能坚持一下？啊，这儿风很大，等会儿着凉了就不好玩了。我们走，我背你。怎么了？你不能背我。为什么不能背你？医生说过的，你开过刀，在3个月内是不能做重体力劳动的。真理。3个月都过了。什么？你可以背我吗？可以啊。起来，我背你走。来。上来吧。不行，你不能背我。怎么又不能背你了？我有90多斤，我有90多斤，我已经是200斤。你说什么呢？90多斤。啊，我真的没有了。什么没有了？别笑，你有吗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你先起来，我真没有。但是你。不要太伤心了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我们可以做决定。好，我不伤心，我不伤心，你也别伤心了，不能哭了，不哭。现在我可以背你走了吗？听话。不哭了，来吧。坐好了，别再哭了。
我要是待会儿又吐了怎么办？那你想吐之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就尽量少晃一下，让你舒服点。那我就这样。行啊，这样就不会吐。哥哥，嗯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一个藏在我心里的秘密，要跟我说啊。这里有个好喜欢的人，可他就是不喜欢我。跟我也不能说。嗯，这真不开心。你真不开心。因为那个你喜欢的人。真的不能告诉我他是谁啊？那你跟我说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对你好吗？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是个，是。你什么？不知道怎么说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很好，对我也很好，可是他对谁都很好，对谁都很好。中央空调。让我们芝芝这么难受啊。中央空调。那就别喜欢了。行吗？这原来你喜欢那样的。那我变成那样的好不好？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这样我们桑稚应该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吧。
让别人来照顾你，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。你不说话，我就等你答应了。哥哥现在也好起来了，债也还清了，性格也还可以吧，就是年纪比你大了点。我21岁的时候你就嫌我老，现在45，你也快20了，那我们丧尸也长大了。说是算了，跟我这种喝多了的人有什么好说的？醒了吗？我让你室友9点叫你起来，这个时间的机票都被卖完了，改签不了，你得起来了，不然回不去了。醒了之后多喝水，我10点过去接你，送你去机场。